在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中，食品安全是关乎民生的重要一环。今年国际著名的食品科学与工程专家孙大文是获得了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提名，证明首位拥有欧洲两院院士的华人科学家在食品安全及检测领域获得的非凡成就，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高度肯定。近日，欧洲科学院院士、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食品科学与工程专家孙大文获得凤凰卫视联合两岸三地富有影响力的十余家华文媒体共同评选的影响世界华人大奖提名。出生于广东潮州的孙大文，自幼就勤于思考，热爱钻研，从早年的塑料机械加工专业到后来的储氢材料研究和农业工程，孙大文的学术成就硕果累累，多次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995年，由于科研成就出色，孙大文成为第一位在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获得永久教职的华人，而他的科学研究也转向了食品工业领域。此后十几年间，孙大文在食品冷却保鲜、食品快速检测、食品加工过程的优化和控制等多个领域收获丰硕成果，站在世界之巅。2010年至2011年，孙大文分别当选了爱尔兰皇家科学院和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成为欧洲历史上首位拥有两院院士的华人。自2013年起，孙大文教授还成为素有农业工程界的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农业工程委员会的第一位华人主席。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2012至2013将于3月30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凤凰卫视及凤凰网将会通过卫星和网络播出典礼盛况。凤凰卫视北京报道。